When he hears that fire alarm,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.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。那你下班之后打算去哪儿啊 ，Sam？ 哦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已经为这个机会等了很久，现在我终于有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。好了，裂缝和凸起都没有了。哦，绣得太好啊，诺曼，你看，光滑的像婴儿的小屁屁。哦不。虽然这是速干水泥，但也需要几分钟才能凝固啊。哦，都怪我。现在我们去看看你想修的排水沟吧。速干水泥。就在上面，水总是从房顶滴到客人身上。别担心 ，Delise， 我会修好的。哦，你好，山姆，下班了是吧？能好好休息了。哦，我是下班了，但我有好多事情要忙。首先，我要整理我的菜地，然后我要熨衣服，最后我还得给前门刷油漆。那你要买点什么吗，山姆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儿有没有油漆刷？我的油漆刷是平安镇最好的，跟我来。你在做什么，站长？让老消防员给你个忠告，艾尔维斯。你不算老啊，站长。告诉你一个谚语吧，在消防员中流传了很多年。如果风从西边刮来，消防员的工作就来了。要牢记，如果今天狂风大作，明天你就会忙得不可开交。嘿，你的谚语挺好记的。如果风从西边刮来，记得穿上蓝色小皮袄。Airways， 山姆休假就已经够糟的了，剩下的人要加倍的努力工作，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做好准备。遵命，站长，斯蒂尔站长。我觉得这把就不错，迪丽斯。哦，精明的选择呀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今天要熨衣服是吗？是啊，你没听错。哦，那我推荐这款产品，今年夏季最新款的芳香喷剂。看这个，哦，实在是太棒了！你闻闻，山姆。嘿，莎拉。想看看我家后院里特别酷的东西吗？嗯，好啊，那就来吧。等一下，我找个地方把小钳子拴上。好像有麻烦了。我的天哪，救我，救我下去。等一下，麦克，我这就去拿梯子。什么东西？别担心，山姆，我抓住他了。干得不错，特雷弗。我支撑不下去了。麦克，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好，多亏了山姆。谢天谢地。那你帮我把排水沟修好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好像是……不是，这是我随手画的。
他现在最需要一大杯香甜的浓茶。哦，你帮我也泡一杯好吗 ，Delis？ 啊？不不，我肯定是忘记拉手刹了。干得好，山姆！你又一次救了大家，幸亏你今天休假。那么，看看这个。我好了，该回去工作了。是啊，我也该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了。救命啊，我被困住了。罗曼，哦，又有人遇到麻烦了。救救我，妈妈，我的脚动不了了。哦，天哪，你这是又干了什么？这是速干水泥，几分钟就会彻底凝固。别担心，罗曼，我会救你出来的。Norman, please！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吧？对不起，妈妈。哦，我只是想让你安静听话一点。听起来像是烟雾警报器。这个听上去像是灭火器。哦，我的超市！我现在就去报火警。Delis， 别动。你绝不能进燃烧的房子。别担心，山姆，我现在就回我家去报火警。那样来不及的，我跑回消防站求救，或许能更快一点。快点，山。哦，你好，消防员山姆，我刚才正要……对不起，詹姆斯，紧急情况，我过会儿还给你。哇哦！我有点想不通，今天咱们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对呀。哦，天哪，这可不是一个消防员休假的正确方式。没时间解释了，站长，迪丽斯的超市起火了。起火了？啊，开始行动，轮到我们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拉响警铃呢。我也想试一下滑滑板的感觉。哦，谢天谢地，你可回来了，山。哇哦，好多的浓烟啊，闻起来像清香喷剂。Elvis， 把电源关掉。好的，山姆。如果大伙的气味都这么香就好了，佩妮。那么你的事情都做完了吗，山姆？没，还没做完。但是我把麦克从房顶上救了下来，阻止了一辆失控的汽车，救出了陷在水泥里的诺曼，踩着滑板回消防站请求支援，最后我还把大火给扑灭了。哦，原来我们一整天都无所事事都是因为你啊。说对了，山姆一个人都解决了。你知道他们经常说好的消防员永远不离开岗位。哦，山姆，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，你为了我们放弃了假期，我们现在也要帮助你。你前门上的油漆，山姆，包在我身上。那我就帮你熨衣服吧，诺曼会帮你整理菜地，整理三个月。哦，妈妈，那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消防员山姆，我什么时候能拿回我的滑板呢？哦，你的滑板，我太紧张了，差点给忘了。我现在就回消防站去拿。救救我！我停不下来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好的消防员永远不离开岗位。别着急，站长，我来救你了。The car.